姜涛夺全民造星冠军 ，Eric 扩展前途无限。肥仔，我自己都系肥仔，我都中意肥仔嘅，但因为佢似系一个黑马，姜涛就应该前途都无可限量噶啦。咁呢100万不如俾其他人啦。咩都可以让，努力咗咁耐，冠军唔可以轻松让。在大时代到来，未能问谁未看见。Viu TV 节目《全民造星》星期日晚9点决赛，虽然最后十强唱歌唔系特别标青，不过为咗尽力拉票，都出尽法宝。表演武艺，舞红演艺两个字，我用身体射箭，每日练习千百次。的理解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。希望有朝一日，我会令你觉得支持我不是一件样衰的事。你的偶像龙志权。姜涛仲先声夺人，成功拿到广告合约一份。唔该晒姜涛，亦都唔该晒方导。虽然个 show 个个有出力，但冠军只系得一个。众望所归，又是姜涛拿到冠军啊！而亚军就是 Ian， 季军是 Lawman。姜涛今次可以说是大热胜出啊！全新吉积阶段五已经准备走水，想看最新科技资讯，即来吉积阶 Facebook page。